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，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。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，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？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？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又能那么不伤悲？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？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的体会？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？